首先呢一隻碟咧就會叫做 Can You Hear 啦，咁裡面咧其實都會有即係金宵大廈嘅主題曲金宵多珍重，跟住仲有其他啲即係收錄咗喺我呢一年裡面所出過嘅歌嘅一啲歌咧就會擺落去隻碟度。咁其實錄呢個碟嘅時候啊，即係我諗每首歌都好深刻嘅。咁所以如果你問我即係籌備呢一隻碟咧嘅時間，我諗都真係過去呢一年總共加加埋埋咁樣去製作出嚟嘅。其實啱啱收到呢一隻歌嘅時候咧，係好大壓力嘅，因為很多人都會聽過 Danny 哥哥他的版本，即是這個版本是很深入民心啦。當時其實自己就有想過啊，怎樣可以即唱得不同一點呢？其實跟住後來呢就錄歌的監製啦，朱俊傑啦，他呢就即係好好啦，佢解得我好好，因為我自己都唔知道應該點樣唱嘅時候，佢就會講咗好多故事俾我聽啦，或者又講咗好多一啲 direction 俾我聽，話俾我聽應該點樣去唱，同埋唱嗰個 set 版嘅時候點樣可以唱得幽怨啲啊，又用嗰啲故事幫助我去投入落呢一隻歌嗰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最大功勞真係佢啦，因為佢幫咗我好多去點樣去投入喺呢一首歌度。而當初我真係冇諗咁多，我喺度即係可能大家一齊喺度研究啲歌詞嘅時候，就即係盡量投入喺嗰個故事裡面咁去唱咯，係啊。